他跟我们分享他的美梦。梦到谁？刘浩然那一次。你放梦到他做什么？放梦到他装傻，跟我一起玩。刘浩然跟你一起玩？我跟他讲，不要跟我装傻。滚！啊！然后你放梦到谁了你？然后他就给我放炮。他给你放炮？我跟他讲不要跟我装傻，就帮我放炮。放什么炮哦？放一个烟花炮。他一直蹦蹦蹦蹦蹦。怎么你看修改也看到放梦到他？嗯。哎，伤眼睛啊你！他说朱浩然突然出现在他家楼上，吓死了。然后他有，你有叫他跟你一起跳修改影吗？有啊，有啊。他带我去他的那个跳舞那边地方，那边舞台上面哦。哇，这样长了没？你的梦啊？你的梦这样长了没？我都没有发过梦，发梦过的长了。然后醒来了，你还记得啊？然后你叫他跟你玩玩具吗？你就跟他讲，等一下，你可以再跳吗？跳什么？讲跳讲啊舞啊！你不叫他跳那个冷盖嘎，你不叫他啊？他有跳啊，冷盖嘎，我现在叫他跳那个冷盖嘎啊，我的妈！然后发梦到他们做吗？他们一直撩我。撩你？撩你梦喂！发梦到朱浩然穿女生衣，他穿女生衣笑死我啊！穿女生衣。你发梦时候啊？嗯。叫他形容什么款式衣服？女生衣，紫色的。紫色二女生衣。取哪呀？怎样的取？你形容给我听一下。怎样啊？天子。怎样啊？这边上面有花朵。上面有花朵，笑死我！然后你发梦到他出现在你的楼上啊？啊！吓到我！没有，那个是朱浩然的那个女孩子。我看到她衣服。你看到她衣服？被发现我偷拍他了，喂，别拍我！我说弄个朱浩然在你的手要吗？他说要，然后叫我写爱朱浩然，然后叫我发给朱浩然看。他很满意这张照片，还叫我给朱浩然糖果。